娛樂經濟學每個星期都會考嘉賓貼地嘅經濟體，唔知 B 哥哥有掂唔掂呢？你而家中學要讀幾多年？中學要讀幾多年？哇！我讀嗰陣時，我讀嗰陣時五年，而家幾多年啊？七年啊！七年有嫌多少少？多少少啊 ？B 哥哥，得噶啦，差唔多啦，唔係五年就六年啦。如果過洪水咧，你知唔知要俾幾多錢啊？5元啊嘛，嚇五蚊啦！哇，邊個講？我唔知道我用邊個，太貴啦！五蚊咁平，我講錯咗嗰條係第二條隧道，對唔住啊！哦，沙田嗰條，沙田啊，20元，20元，咩嗰個？話去澳門嗰地方叫咩地方咧？澳門嗰地方啊？上船嗰地方，上船嗰地方啊？梅里球場，梅里球場。这个不是 虽然中四条，不过两位主持放水放得好犀利喎。